别倒啊，别倒啊，别倒，别倒，行行行行，可以倒，可以倒。哎呀，落地了，落地了。喝酒了？我已经醒了。来，房租，一年的啊，一次性付给你了。哦，稿酬下来了是不是？哎，刘霞，真的谢谢你啊。你说的没错，真的，笑一笑，运气都会变得特别啊。哎呦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喂，等一下，祁连山，你好沉啊，祁连山。你怎么这么沉呢，祁连山？喂，醒醒，祁连山！喂，哎，谁在你背后？你稳住点，稳住点！怎么飞起来了？你别倒啊，别倒啊，别倒，别倒！行行行行，可以倒，可以倒。哎，落地了，落地了。你陪着我走了很久，一直走到晚霞盖过你额头，紧握的双手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。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能让你不着凉。就这样一直走在身后，一直有你跟踪，相信我们的爱会走到很久很久。时候不经意露出的笑容，早在我的心头藏了很久。我这边临时有点事，遇到一个很棘手的病例，可能得晚点回去。那我饭做慢点，等你。好，我尽快。病人要紧，不急，我等你。
先生，齐先生，您在这儿说，我先着凉了。啊，你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事耽误。啊，没事儿。你吃过东西了吗？哦，都凉了。我要不要给你做点什么东西吃？这些都是你准备的。是啊，你不是说要吃烧烤吗？我去热一下吧。你等一下。啊。你还会做烧烤啊？哼，你可别小看我了。哎，你看节目了吗？哦，我正想跟你说节目的事儿呢。嗯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署名了，谢谢。这节目能成功，都是我们一起的努力。还是我来吧。嗯，我来吧。真的吗？你加孜然了吗？我都放了，我精心调制的味道一定很好吃的。哇，这烤着都已经闻到香了，是吧？哇塞，你吃了吗？你吃过了吗？我没呢，这不是等着你的烧烤的吗？我也没吃。那真好。那你一会儿先尝一尝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齐师傅烤串儿，我觉得这名字不错哎。不错吗？这什么名字啊？这是齐师傅烤串儿，就不能叫什么山子山山烤串儿？嗯 ，no， 齐师傅烤串儿，听起来就美味。